武汉国庆看房，总价一百五十万，三环内可以选哪里？首先，我们看一下汉阳，总价一百五十万可以选国博城，面积为九十九平的三房，单价在一万三到一万五左右，总价在一百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。该楼盘是汉阳九月份卖的最好的楼盘，除了学校和商业配套目前比较差之外，其他方面都挺不错的。第二个楼盘。 宝和墨水湾面积从九十平到一百四十平，单价在一万四左右，总价在一百三十万起步。该楼盘是现房，开发商一共推出来几十套房源，楼层环环可以。楼盘位置比较靠近墨水湖，价格不贵，但就是户型设计有点老，同时离地铁口挺远的。第三个楼盘，中关村动漫城，一共两种面积，一百零九平和一百一十七平，单价在一万四千五到一万五千五之间，总价刚好一百五十万起。楼层好一点，总价也会贵一点。 该楼盘位置和配套都很不错，对面就是已经开业的万达广场。国庆期间价格还有额外一些优惠。第四个楼盘东头汉阳城，该楼盘最小面积为一百零八平，单价一万四起，总价也是刚好一百五十万起。楼盘所在位置有点尴尬，刚好在两个高架交汇处，会有一定的噪音。九月份卖的也挺不错，不过该楼盘也有不少商业配套，后期能不能正常运营很关键。再加上楼盘体量太小，后期居住氛围和舒适度很难保证。 第五个楼盘，上城国际位于二环内，楼盘离地铁口四号线非常近，面积最小有一百零六平，成交单价大概在一万五左右，总价一百五十万起。该楼盘楼栋之间非常挤，还有原先是环建房的规划设计，对居住品质有比较大的影响。接着我们看一下桥口区第六个楼盘，龙湖揽境，该楼盘有现房也有期房，最小面积从九十九平起，单价在一万四千五左右，总价一百四十万起。 后期有地铁规划和自带的龙湖天街商业综合体，单从配套来看还不错，而且离汉口中心区域也不远。不过九十九平房源很靠近高架，高楼层会有比较大的噪音。同时附近的学校很一般，买房看自己的需求来定。第七个楼盘绿城桂语映月，该楼盘最小面积为一百零九平，单价一万四左右，总价也是一百五十万起。龙湖的品牌和产品设计都没问题，就是这个地段大部分客户还是接受不了，周边配套比较差。 第八个楼盘万科公园大道，该楼盘最小面积为九十二平的小三房，成交价格在一万六左右，精装修交付，总价在一百四十五万起。同样问题，周边几个楼盘都属于古田北板块，区域内有很多的高架铁路线隔断，导致居住的感受会差一点。同比汉阳四新来说，优势就是距离上离汉口中心比较近，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优势。第九个楼盘。 华发都会天地，该楼盘地段挺不错的，最小面积有八十四平的两房，总价一百五十万起，单价在一万八左右。该楼盘自身配套和周边的配套也还不错，作为国企，该楼盘价格很坚挺，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更多优惠。第十个楼盘位于江汉区汉口火车站大板块的后湖里楼盘，该楼盘最小面积是八十平的两房。 单价在一万九左右，总价一百五十万起。该楼盘所处的地段离汉口中心区域很近，交通也很方便。楼盘还自带不少商业，后期自住比较不错。不过不足的是所在片区的学校一般。第十一个楼盘位于江岸区盛佳基板块的幸福湾星宇，该楼盘主力面积有九十八平的三房和一百二十八平的四房，单价在一万五左右，三房总价在一百五十万上下。该价格在江岸区算是价格很低的，只因江岸区整体价格一直比较高。 特别是二期滨江板块的江景房，价格是武汉最高的板块。该楼盘距离汉口中心区域还是有点远，不过对于在汉口工作的刚需客户，该价格也算很低了。接下来我们经过青山区，该区配套一直很成熟，房价也比较稳定。一百五十万预算，在该区域没有可选新楼盘。最后看一下洪山区，洪山区的白沙洲目前新房价格大概在一万八起。九月底，该板块龙湖天璞部分房源开始优惠销售，单价在一万九左右，楼层还不错。 目前，整个白沙洲三环内一百五十万没有可选新楼盘。最后一个楼盘位于洪山区徐东板块的保利城，七七九月最后一天开盘，最小有七十五平的户型，单价在一万九到两万左右，一百五十万可以选好较好的楼层。该板块在二环内，地段是很不错的，性价比也不错。周边二手次新房价格几乎没有低于两万的。这个楼盘预计会是国庆最热销的楼盘之一。 综上，整理了预算一百五十万，在三环内可以选的楼盘。对于大多数刚需来说，还是尽量选择三房户型，一步到位。至于各楼盘更多的信息以及楼盘与楼盘之间的对比，大家可以私信我们，同时可以领取最新的武汉楼盘房价地图。关注勇哥，带你选房。